大明嘉靖34年，在这一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。一伙才72人的倭寇居然从浙江登陆，经安徽，最后竟然绕到当时的明朝陪都南京城下，还试图一举攻破南京城，引来南京城极大的恐慌。倭寇一路烧杀劫掠，竟杀死杀伤中国军民多达4000多人，横行千里，历时80多天。而这期间，明朝的军队竟然束手不策，最后才被明军用火器将其消灭。这一事情在中国的战争史上是奇耻大辱，虽然到今天仍然有人怀疑数据的真实性，但是却足以反映了当时明军兵不堪用，已经无法适应时局保卫国家安全了。这个时间，一个将星的出现彻底扭转了倭患的整个局势，这就是戚继光。在嘉靖34年，戚继光被调往浙江都司佥事，并担任参将一职，防守宁波、绍兴、台州3郡等地，防守沿海的倭寇。戚继光到任之后，首先发现当地的卫所士兵士气和作战能力都十分的不堪用，且大都对倭寇产生一种恐惧心理。针对这一情况，戚继光首先招募比较彪悍和忠厚的京华、义乌等地的矿工作为士兵。当然，光有良好的兵员当时是不足以完全对付倭寇的，他必须有一套良好的战术体系。戚家军之后的辉煌与戚继光采用的阵法脱离不了干系，这一阵法的采用和训练使得日后的戚家军战无不胜，让倭寇闻风丧胆，这个阵型就是鸳鸯阵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鸳鸯阵士兵的组成。鸳鸯阵一共由12个人组成一个小队，每一个小队队长1名，排兵有2名，狼弦手2名，长枪手4名，唐扒手2名，火伏兵1名。除掉日常只负责烧火做饭的火伏兵外，参战人员共11名，除队长外，其他10人分为2组。队伍最前面则是由2位盾牌手，其后是狼显兵站在其后。狼显兵后面是长枪手，在长枪手的后面两侧则有2名唐扒手。队长直接负责阵型的协调指挥，在阵型的最前端。2名盾牌兵，一个为长牌兵，一个为藤牌兵。长牌兵主要是掩护狼显兵和长枪手作战。因为长牌兵盾牌宽而大，所以在作战过程中，退可用于防守，进可作为狼箭手和长枪兵的掩护依赖。另外一个藤牌兵则携带圆形藤牌盾，并配有腰刀，因为藤牌具有天然的弹性和缓冲，尤其在作战中对抗倭刀占有极大优势。除此之外，藤牌兵还拥有多支标枪，在倭寇进行攻击途中，藤牌兵首先可以用标枪对敌进行投掷攻击，尤其在近战中，藤牌兵投掷标枪后不管重与不重，倭寇都会闪避或者用刀武器来进行格挡。而这个时候作为后方长枪兵和狼显兵就有机会对倭寇发动致命一击。等倭寇靠近后，藤牌兵还可以用腰刀肉搏作战。其身后狼显兵则是为了对付倭寇专门设计的新兵器。狼显是用长的竹竿，在其加上利刃，竹竿周围本身的那些众多的枝干也保留了下来，其作用主要是富有弹性，可以化解倭刀的砍劈能力。其次是缠住敌人的长枪，最后还可以妨碍敌人的视线，但却丝毫不影响己方长枪出击。狼显兵后方是队伍中负责主要攻击的4名长枪兵，他们主要是在队伍防御和行进过程中对敌人进行突刺杀害。最后是由2名唐扒手担任，主要用来护卫前面的长枪手。
长枪手被敌人靠近，无法施展长枪攻击的时候，唐耙手则主要负责保护长枪手。由于唐耙只有三个刃组成，其中两个刃分叉开来，所以可以用来隔挡敌人的攻击，必要时也可进行突刺伤害。这些兵器虽然都互有优缺点，但是戚继光将它们结合在一起，相互配合弥补。藤牌兵和狼血兵在前面防御掩护全队，全队可在藤牌兵的掩护下向前突击，长枪又依靠盾牌兵和狼血兵的掩护刺杀敌人。由于长枪兵的超长枪的长度，又可以有效保护屯牌兵遭受攻击，而最后的唐靶兵又可以作为补充，担任救援和保护的作用。全队密切配合，形成一个整体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除了这个基础队形之外，鸳鸯阵还有多种变阵的队形，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和环境。把鸳鸯阵各分成两组，纵向排开，被称为两仪阵，一组被称为五行阵。两组各自横向排开，被称为小三才阵。两组横向，唐耙手殿后，被称为三才阵。鸳鸯阵是灵活多变的，并不限于此几种阵型，而是队长可以根据战斗形势的变化，及时调整阵型。除鸳鸯阵外，戚继光对倭寇还采用大量的鸟铳、弗朗机、虎盾炮等火器。作战时，鸟铳手列阵站在阵前，当倭寇靠近射程之后，依次开火。等敌人临近队伍，鸟铳队退至军队后方，这时候就是鸳鸯阵表演的时候了。在战斗中，除了各式兵器良好的阵型之外，支撑戚家军战斗力的还有严格的军纪。在战斗中，士兵必须严格按照鸳鸯阵法来进行战斗。如果在战斗中有人私自攻击或者跟不上队伍进行保护，导致阵中有人牺牲，全队偿命。正是这种严酷的军法，使得鸳鸯阵的每一个组成成员都是生死之交，而不会发生像其他明军一样临阵逃脱的事情。鸳鸯阵可以说是为倭寇量身定制的豪华套餐。不久之后，戚继光就快速平定沿海倭患，更以傲人的惊人伤亡比战绩傲视群雄，被中国奉为军神。